这些东西都是从你货仓里搜出来的，古今中外各种地球源都快被你集齐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什么时候买卖宠物犯法了？地球源公认的智力低下，性情温顺，再说了，又不是我一艘船在卖，你老糊涂了吧？那你的检疫证？我就算是野生的又怎么样？地球上满大街都是这玩意儿，我随便抓几只又不犯法。非法时空跳跃，扰乱物种平衡，再加上走私这条，哼！阿古查查，接下来的几百年，你跟我都要在这条船上啊！你来人，压下去！刀！朵喵，你可别逼我！在我星河号上，你还想上天吗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没读过书，我是个法盲啊，大哥，你刚才为什么放了我呀，大哥？我是个法盲，你放了我吧！你们愣着干嘛？快把你压下去！空间跳跃，下一个坐标，人马座，星际监狱。收到指示，空间跳跃，一级准备。舰长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
来者何人？唐清风。你就是唐清风？你以为凭你单枪匹马就能刺杀本王？你错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二叔。你二叔得密报不肯与你相告，暗中撤离，欲赶回北狄争夺皇位，我已替你铲除隐患，是否遂兵就在大王子的一念之间。唐清风，你的名字本王记下了。说，指使你贪污粮饷的到底是谁？唐清风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打死我也休想让我再说出一个字。只要你说出真相，便可相安无事，我确保你家人安全。事情是这样，三年前吧，就是师父，这是什么？师父，这又是什么？十三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大家小心一点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看看兄弟们怎么样。天生异象，妖怪横行，没事吧？不知道青叶怎么样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娶亲之事，我已禀明父皇，明日会有车辇从宫中来接你。我要你堂堂正正的从丹阳门入宫。殿下，唐府唐清韵接旨。镇远将军府长女唐清韵，蕙质兰心，殊容端雅，孝悌有加，赐封黄晋王正妃，择日完婚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清韵接旨，谢皇上恩典，多谢公公了。
明日就要进宫谢恩，我穿哪件才好？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为娘呢已经替你准备好了，你只需早些休息，明日寅时起来梳洗即可。对了，娘，青叶为王夫人守孝三年有余，此番我被册封王妃，她是否能回到唐府？青叶为母守孝乃是美谈，我这做长母的若刻意阻拦，有违人伦，会遭人口舌的。对了，娘，哥是不是要班师回朝了？那时我们一家人就能团圆了。是啊，这大军已在途中，你哥哥跟你爹爹此番凯旋，咱们一家人就能团团圆圆的送你出嫁了。夫人。谁呀？是奴婢。你可看清楚了？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靖王殿下。今日早些时候啊，我去送衣服，亲眼看着靖王进了咱们祖宅。那你可听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？听清楚了，靖王说呀，今生非青叶不娶，还说了今后她就是靖王妃。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，这些年我是真心待她，没想到她居然跟你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。小姐，宫里的马车来了。奴婢见过二小姐，想必二小姐也收到喜讯了。夫人让我将宫中所有这些个赏赐都给二小姐送来。小姐，一定是殿下。这些可是靖王殿下所赠。是，今日一早大小姐就进宫谢恩了，皇恩浩荡，大小姐被册封为王妃。小姐，恩师。殿下，去不得。我欠他一个交代。上位者宁负天下人。他不是天下人，他是唐青叶。踏出这扇门，你只会害人害己。人各有命，你走到今时今日的地步，难道为他一个人前功尽弃吗？我忘了你的母妃是如何被打入冷宫含恨而终的吗？不敢忘。忍一时成一世啊。唐姑娘是聪明人，她不会怪你的。你只有娶了唐青韵才能让皇后放心，太子之位才能离你更近一步啊。
小姐，该喝药了。小姐，仙儿求您了，您就当是为了夫人。何时换了方子？还是原来的药啊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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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！救！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咱们马上就到医馆了，救！小姐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仙儿，我自小凄苦困顿，又体弱多病，能活到今日已是万幸，你又何必悲痛如斯？小姐，您还有靖王殿下，为了他，您一定要活下去。靖王。一个个，这马车怎么停了？小姐，我去看一下。赵把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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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把式。捡回一条命来啊！这什么地方？这么重啊！啊，糟了，是地球。啊，没有工具，氧气浓度太高了。不行，我的身体不能暴露在地球环境下这么久，我得赶紧找个地球生命体融合。融合吧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傻白甜地球人，吵死了！
们究竟是谁派来的？为何要害我？要怪，就怪你生错人家。原来是想对我汤父不利，卑鄙无耻之徒！我父与我长兄，定会要了你们的狗命！死了就不值钱了，不对不对，这么说他也听不懂。木猴，别撕啊！我一定是脑子被飞船给炸傻了，居然浪费能量救一只母猿。喂，你给我活过来啊！我好把你卖给总督大人，去买一艘新的飞船。不行，我没有能量了。住手！啊！该死的地球猿，我等会儿再找你算账。我要找树，我要融合。受死吧！愚蠢的地球人！青叶，青叶，青叶，青叶。大哥回来了，对不起，是大哥回来晚了。青叶，哥带你回家。唉，真是冤孽啊！你说老爷回来，我该如何向他交代呢？娘，您别操心了，青叶的后事交给凤儿来办就好了。不过此事不宜张扬，青云大婚在即，若传出去不吉利啊。孩儿知道了。娘，您早点休息吧。青叶的手艺还真不错，送你。那另一个是，哦，小青叶一定是有心上人。哥，青叶，哥定会为你奉公打造。会心转意又太
害死青叶的凶手和我在潼关遇到的怪物是不是同一伙的？青叶，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公道。少爷，闹鬼了！二小姐的尸体，她自己动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冒充死去的青叶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？又是你！这地球墓园身体怎么这么重啊？像我阿布查查从蛋壳里蹦出来就会飘逸飞行，破皮肤让我一秒破功，可恶！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到底是谁？靠这么近干嘛？我可不是你妹呀！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相像之人？在事情查明之前，你就先在这儿待着。地球太危险了，我要赶紧跑。小星系
这么多年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笨蛋，你要直立行走嘛。方法不对啊。谁在跟我讲话？我在这儿呢。你能用脑电波跟我交流？难道为了宇宙的和平？折磨漂流不停，只期待某天可以和天空相逢。飘零的雨轻轻地融化掉寒冬，回到那年无忧无虑的心动。任时光匆匆，我愿把承诺铭记心中。任回忆汹涌我的心痛，只有你才读得懂。我愿意永远都为你守候，专属于你的温柔，成为你随时想要靠岸的。属于